一二三，玩耍，对，耶！因为玩耍在后台的时候很照顾我们，然后还有特地帮 Sina 讲卷头发，那一下就觉得感动了。为什么这么有名的偶像会帮我们？所以很谢谢他们。我是比较喜欢 Maniki Keta 的《下一场》，所以呢就比较想 cover Maniki 的歌曲，所以就会偏向这样去选歌。对，而且 Maniki Keta 的歌都非常的就是能带动气氛，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们的歌。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八一 Moment 一起合作过一次，所以呢都很期待他们的歌曲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歌曲都很好听。下一次啦，一定要抓紧时间再去一次。到时见。